常细，而且跟自然环境上取之自然的一个成分比较多啦，哦，它本身是跟大自然是可以比较可以融合的啦，哦，那所以我觉得无毒，然后方便取用，哦，是它的一个特性，哦，那大家如果在这边有任何问题，我们就像是一起切磋学习一样，哦，就是其实我也是不断在发现问题，哦，有一些还没有克服的，哦，大家其实大家就会发现我做出来的东西还是很多气泡，哦，那其实我们南钢科技中心它之前就是，哦，很重视品质嘛，哦，然后就问我需要什么，其实我们有买脱泡机，哦，我们有买真空抽气机，哦，但是因为我后来调去旭光，我就还没有来得及借用去工作室来试啦，哦，但是今天大家就可以先看到问题，然后呢之后如果还有进阶我们再来，假设我们已经研究出来，我们再来体验一下抽气跟没有抽气的一个结果，好，哦，好，那我会拉也拉扎的讲啊，随时大家有问题就举手，哦，因为我们就是在研究这个东西，哦，那首先呢，哦，这个大参考，哦，它其实是取之自然，哦，相当的，但也不能完全说它是没毒性啊，因为毕竟